应该保送可能就会比较多次一点了。这球敲到中间方向，高孝仪开路先锋也敲出了安打。对，被左投高打到这个三成五上的打击率啊，当然这个最适合排在第一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棒次啊。对，高孝仪今天面对左投林子威的第一个打席就敲出安打，也让龙队在一局下半的攻势有了好的开始。因为左投还是有不错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这个机制的一个动作。完赛，连好球三坏球偏高， wow， 连续四个坏球保送了 Gilly Gilao， 连续三颗，对，哇，连续四颗。这一球拉到右半边高飞球，来看距离够不够？对，要不要挑战？要挑战，真的挑战了哦，真的有，回来了，高孝仪扑回本垒。李凯威的高飞牺牲打带有一分打点，龙队在一局下半得分开张。好子，马斯克斯中间方向的滚地球穿了出去，哇，有打到林子威，那吉利吉拉要回来回传球，来不及被 cut off。吉利吉拉回来得分，龙队在一局下半追平比数2-2。哦，是不是有碰到手套啊？在整个球滚动到外野的时候，滚动的速度比较慢哦。对。也让这个二垒的跑者吉利吉奥也可以顺利跑回本垒，就稍微反弹到林子威这一边哦，那也穿了出去，而且力道是有减小的。我们再来看一次，还没碰到投手的手套。哦，是有哎，对，林子威去捞的动作碰到了球了。哦，也稍微改变了方向，还好方这个改变方向的这个距离并不远哦。对，还可以顺利形成一个穿越的安打。马斯格斯敲出了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龙队。